哎，七少爷，七少爷，七少爷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哎呀，吓得我们呀，老爷和夫人可担心的不得了，以为你又遭什么凶险了。哎，你就是爱玩也该有点规矩，哪能一整夜都不回家呀？家里都担心你呀。我一个晚上没回家吗？是啊，你到底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？ 一身的酒味儿，又喝醉了，不是？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你看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七少爷，是不是病了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扶他进去再说啊！来，七郎，哦，回来了，在里面。哎呀，七郎，你可回来了，三哥，整晚都去哪儿了？想跟我怎么解释啊？ 我不记得了，喝酒了，喝得一身酒味儿，人都惶惶惚惚的，当然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酒能伤身，少喝为妙。年纪轻轻的，还喝得整夜不回的，越来越没样子了。哎，对了，是不是别人逼你喝的？谁能逼他呀？嘴长他脸上，什么时候交那种酒肉朋友了？ 他现在累成这个样子，说什么也没用啊！明天再说吧。老爷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军营了。对，是啊，爹。不是责骂你，是怕你在外头交上坏朋友。让他休息一下吧。不要再这样了，知不知道啊？知道了。啊，哎。 哎呀，我昨晚到底做了什么啊？一点都记不得。七少爷，嗯，这呀，真是菩萨显灵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几个弟媳妇啊，都偷偷的去拜神，希望你们啊，都不要出外打仗了。 我也巴不得多在家待几天呢。哎，娘子包的饺子，真是天下的美味啊！那呀，你就多吃几个。好啊。不打仗。大哥大嫂。哎，七弟。七弟啊，醒了啊。听说老爷把你教训了一顿。没什么，没事的。哎，一会儿啊，多给你来十个饺子。 好好的补偿一下，好啊。那我也帮忙。哎，哎呀，别捣乱。大嫂，刚才听你说大哥好像不用挂帅出战吧？对呀。啊，对，我想起来了。爹好像也不用挂帅出战吧？对不对？哎，你真醉成这个样子啊？昨天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啊，对啊，我想起来了。这个我们都不用出战。 那是谁出战？当然是潘豹。哦，哦，对，潘豹，我想起来了。潘豹把你给打败了，所以由他挂帅出战，这种丑事你还提啊？这照理说，那个潘豹应该打不过你，这可真奇怪啊。哎，其实啊，由谁挂帅出战不要紧，就像爹说的，不都是为了大宋出力吗？ 可我一想到被潘豹打败，瞧那小子耀武扬威的样子，我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。对嘛，我也为大哥你打抱不平啊！以潘豹的才能，不可能短短几天武功突飞猛进的，不可能的。我应该回去查个明白才对呀。比武的时候，潘豹肯定是用什么卑鄙的手段才打赢了大哥。 我杨七郎应该不会袖手旁观才对呀！不，昨天晚上我肯定偷偷溜出去，去调查潘豹了。调查潘豹？七弟，大哥大嫂，我不玩了。哎，七弟，你别乱来。
谢谢潘大将军，之后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，出手更加阔绰啊！哎，我们都比不上你了。这算什么？等我拿下了朔州，我真立了大功，那才叫不同凡响。嗯嗯，我要是真拿下了朔州，皇上一定会赐我一块牌匾。 会写些什么呢？这个，那还用说，一定是战无不胜啊！对对对对，疯了！这块匾肯定是黄金打造的，让天下的百姓都记住您的丰功伟绩啊！非你莫属，黄金打造牌匾，战无不胜啊！对对对对，嘿嘿嘿嘿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 这个姑娘好面熟啊！我在哪里见过她？人呢？喂！啊啊！你是谁？ 你干嘛跟着我？谁说我跟着你啊？是你在我后面，应该是你跟着我。别装了，刚才在市集你就开始跟着我，要不是我躲进巷子里，就中了你的道了。你是不是贼？是不是想偷我东西？哎，姑娘，你别误会啊。是，我是跟着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漂亮啊。<笑>瞎说。真的，姑娘，你真的很漂亮。这个头发啦啊。你再不说实话，我就喊人报官。 啊，等一下，我有没有碰你？你喊什么？可是，哎，你还喊不喊啊？你没碰我，我干嘛喊呢？那，说实话，你干嘛跟着我？其实我是觉得姑娘你很眼熟，可是我又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你。醉红楼？哎，我是不是在醉红楼见过你啊？你别嚷，我可不想谁都知道我在醉红楼里面当丫头。啊？ 你在醉红楼里面当丫头啊？我只是当丫头，不是那种了。别以为你可以欺负我。哎，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要误会啊。我看你还是少去这种地方，早点回家吧。哎，姑娘，其实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。公子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这样缠着我会害我被骂的。那拜托帮帮忙，我就一个问题想请问的，就是我为什么会去醉红楼啊？男人去醉红楼会有什么原因呢？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笑什么？你怕狼啊？少管闲事。 走的，你。
你现在言而无信，你！我现在做正事，不想被人打扰。我才懒得打扰你呢！我告诉你，我对你一忍再忍已经忍无可忍了，你快跟我走啊，否则我就……就要怎样？我就喊救命！哼。好啊，那你喊，尽量的喊，看是你喊的声音大，还是我打铁的声音大。 叶雨洁，我想了好几天，我也想不明白，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这样对待我，啊？你怎么死缠烂打不放过我呢？你没有得罪我。那你为什么三番四次找我麻烦？不为什么，也没有原因。哎，你这个撩人简直就是无赖啊！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啊？啊？不知道，看心情吧。你。 你想气死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死了也会变成恶鬼来找你报仇的。喂，火不够旺，加柴。你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要不听我的吩咐，我就会把傻鬼杀了。烤死你！ 小蚂蚁一定是迷了路，不如把它踩死。不要，它死了，它的爹一定很伤心的。啊，它的爹，蚂蚁也有爹，当然有了。不管天上飞禽，地下走兽都有爹。就是我的爹不好，不爱自己的女儿。蚂蚁的血里应该没有皇帝吧？就算有皇帝，这只蚂蚁的爹也不会先救皇帝，而不救自己的女儿。 看来乌莲一只蚂蚁都不如。傻丫头，干嘛把自己比作蚂蚁啊？二少爷。我问你，你说这蚂蚁的洞穴里没有皇帝，你知道原因吗？什么原因？是因为在这蚂蚁的洞穴里没有君臣之分，也就没有忠义。爹之所以先救皇帝而不救你，是因为忠义，不是因为爹不疼你。 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五哥都是同一个答案。对呀。但我就是不明白什么是忠义。你呀，现在还太小，再过十年八载你就明白了。那么长时间啊。其实，你何必生爹的气呢？爹真的很疼你的。生爹的气，我自己也不开心。 我就是没法子明白什么是忠义。哎呀，问元帅是不是有情的人，居然有人问这种问题啊！还是元帅自己的亲生女儿啊！<笑>我只是不知道才请教两位叔叔的，不要再笑了嘛。好，不笑了，来，都坐下。我们呢，好好的跟你们说说。其实我们俩都知道，来了也是白来，因为在二位叔叔眼里。 爹爹肯定是个大英雄。那还用说吗？既然是英雄，为什么不救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对呀，他救了皇上，可是却不救自己的女儿。就算是英雄啊，那也是个没有感情的英雄。哎，六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对你来说，情只是亲情，可是对元帅来说，情这个字，不止如此啊。对呀。 元帅不单单对皇上，对自己的家人有情，而且对我们、对所有的同僚部下、对部下的妻子儿女，都视为一家人呐。元帅对所有人都有情啊。都有情。对呀。有一次，军营起大火，火城风势，军营里一时间陷入火海，浓烟四起呀，将士们都忙着逃命。 一个个大男人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发现一个火头军的小女儿还留在厨房，还没有逃出来呢。哎，说起来，当时那小姑娘就跟你八妹现在差不多大呀。是吗？那怎么办呢？
当时啊，接连几个营都烧起来了，火势越来越大，根本无法接近。那个火头军想冲进去救自己的女儿，却被元帅死活的拉住。那那个女孩怎么办啊？不救啊？那个女孩怎么办呢？难道被烧死了？元帅不愿意让属下去冒险，可他自己却二话没说冲了进去。爹自己进去了。元帅宁愿自己冒死，他冲进火海，终于把那个小姑娘给救出来了。哎呀，那个小姑娘的手啊都烧伤了，通红通红的。要不是因为元帅及时冲进去，她可能已经活活烧死了。你们都不知道这些？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说过。那倒也是，元帅身经百战，他什么没有经历过，这点烫伤又何足挂齿呢？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元帅肩上那个大刀疤。什么大刀疤？快说啊。当时啊，我们住在北方，辽人经常犯边，有一次我们中了敌人的埋伏，死伤非常的多，而且被逼得且战且走。就在那撤退的途中，有一个少年被敌人活捉了，那少年的爹和哥哥都死在战场上。元帅不忍心看着他们一家从此绝后，毅然打马回头，冲向敌人的千军万马。当时几百支箭射来，元帅一马当先，只用一个盾牌，一把长枪，却要力敌三千悍将。元帅拼死拼活，终于把那个少年给救出来了。我们接过那少年一看，见那少年浑身血迹，还以为是少年负了伤，但仔细一看，受伤的不是少年，而是元帅啊。爹受伤了。是被大刀砍伤的，而且深可见骨，他哼也不哼一声，连夜跟我们一起赶路。到了落脚点，他已经脸无人色，几乎失血昏倒了。都这样了，元帅将仅有的凉水让自己的部下享用，自己却强忍着伤跟我们一起风餐露宿，直到回家。他一定痛死了。在我们军中，上至将领，下至士兵，都视他为父亲，视他为兄长，因为元帅把我们当亲人，他对每一个人都有情有义啊。对，我就知道爹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。何止不是冷血无情啊，元帅绝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嗯。笑什么呀？我没有笑。喂，我是你六哥，还瞒我？怎么了？不生爹爹的气啊？我听完两位叔叔讲，我敢肯定爹爹是个英雄。嗯，一想到他没救我，还是有点不开心。哦，六哥，我是不是太小气了？那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呢，不是小气不小气，这是因为你心里面那个结还没有解开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总之呢，你要是不开心的话，就不要太勉强自己了。嗯。可是我明明知道爹爹他是个英雄，我还生他的气，好奇怪。妹妹，你吃什么了？怎么那么重啊？六哥，你放我下来吧。那下来了。嗯。快走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。走啊！啊，快走啊！六哥，你看，快去救他！哇，太棒了！好可怜哦，还没出生他就快死掉了。好了，他们现在安全了。那我们带他回家。嗯，好。
这么早就睡觉了？娘。海风，你们两个做什么？我们在。嘘。不能讲啊。那我走了。娘。你不笑我就告诉你。好。一言为定。小鸟蛋。刚才外面下了大雨，树被雷劈断了，鸟巢里的鸟蛋全都掉下来，就剩下这两个了。傻瓜，你们又不是小鸟妈妈，怎么孵蛋呢？快下来。他们好可怜啊，我和六哥本来想救一两个鸟巢，谁知道六哥一上树，树断得更快了，我们连一个鸟巢都没救到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们应该先救那棵树嘛。如果你们先救下那棵树，那么树上面所有的鸟巢都可以保得住了。先救树。其实呢，社稷也是一样的。皇上就是大树，天波府就像鸟巢，海风，你还有我都是小鸟蛋。我们是蛋。是啊，那现在你们明不明白为什么你爹爹要先救皇上的道理啊？如果你爹先救你呢，那么大树就会倒下了，到时候天下就会大乱，树上面的鸟巢和鸟蛋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我还以为爹不理我，原来爹用这种方法救了我，救了皇上，救了天下的人。八妹真是聪明。这儿啊。这边。哦，对了。好啦，满意了没？满意了。好，让其他的鸟妈妈把它们孵出来，我们就不用再盖棉被孵蛋了。娘说的没错，大树安稳了，鸟巢就安全了，你们两只傻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哦，还有你啊，一共三只。我，你也是傻蛋，你是大傻蛋。大妹高兴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我们回家做点好吃的让大家高兴一下。好，有好吃的了。娘啊，还是你厉害啊，那么小的一件事情就可以让你借题发挥。哎，看八妹现在的样子好像换个人一样。那还用说，我是你娘亲嘛，当然胜你一筹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傻蛋甘拜下风。走啦。好，小心。小心烫嘴，等一下再喝。好。爹，我要看你肩膀。看我的肩？对，很重要的，一定要看。哦，是左边还是右边？看右边吧。右边。这不是刀疤，这是烧伤的疤。看，刀疤在这儿呢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好漂亮啊！漂亮？你娘还嫌它难看呢。不难看，好漂亮。今天我要和爹娘睡，爹娘最漂亮了。耶，八妹做什么？怎么躺到我们的床上？我们家八妹好像不生气了，还弄了碗甜汤给我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谁跟她说了什么？想那么多干嘛？你的女儿拿甜汤给你，喝了就心甜了？之前不是跟你说过，八妹天生聪明，又怎么会生她爹的气呢？哦。爹，怎么了？怎么还不睡觉？站在列祖列宗的牌位面前发呆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啊。爹，其实还是想明白了。我知道爹
为什么要先救皇上？倾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爹是为了顾全大局，大树安稳了，鸟巢才会安全。爹救了皇上，天下才得以太平。这是怎么了？一夜之间，你们都变得明白事理了。是你娘告诉你们的。爹，虽然我可以理解你，但并不认同。嗯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不会像爹那么伟大，不会为了顾全大局去牺牲家人。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跟立场，爹不会勉强你的。但是爹要告诉你，那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，也没有亲身体会过，所以你才会这么说。等到有一天，当你要面对实际的情况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更矛盾，更难做决定。爹，我只能说我佩服你的伟大。如果我碰到那种情况的话，一定会选择保护家人的。我要竭尽所能，让我的家人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。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也对。这样做也对，让家人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也对。陈阳业叩见皇上，快快免礼。皇上召见微臣，不知何事。杨将军，你看，这是枢密院送来这次潘豹准备出战的战略决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启禀皇上。这带兵将领皆有自己的一套作战方法，微臣实在不便评说呀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这潘豹的作战经验还是不如杨业你啊，而且他年少气盛，所以这次朔州之战，我担心他经验不足啊。皇上请放心，潘将军虽然年轻，经验不足，但身旁终有丞相大人的协助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其实话说回来，朕还是相信杨业你啊。这样吧，你就以大局为重，照朕的意思，去帮帮潘豹的忙吧。嗯，是，臣领旨。真是有劳杨将军了，末将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也没什么事要将军操心。既然皇上又是一番好意，这么重视攻打朔州之战，潘豹也定当全力以赴，做到事事细心。这样吧，就有劳将军为末将去打造兵器吧。打造兵器？当然了，攻欲善其势，必先利其器。兵器对我们行军打仗十为重要，所以想让杨将军代为打点兵器打造的事情。只是这些事情一向不是都由三牙都指挥使办理的吗？杨将军不会因为这是一件闲事职务就不愿意协助本将军了吧？啊，将军误会了，我没这个意思。那就有劳杨将军了。嗯，好，我就为将军去打理这所有的一切，告辞。恭送。由杨业负责打造兵器，不但要在他面前耀武扬威，而且有助于本将军，可以说是事半功倍。以杨业的性格，是绝对不会怠工偷懒，他会尽快地把兵器给打造好，然后我就可以提早率军攻城，速战速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呀，为什么我没想到这一点呢？潘将军高明啊，果然高明啊！来，李大人啊，攻打朔州的秘密武器还是要靠你这位三牙都指挥使。
你可千万要帮我保管好，不能有任何差池。潘将军，你就放心吧。来来来，大家干一杯，祝潘将军马到功成，凯旋而归。对对对，喝喝喝，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你们还在喝酒啊？事情还没谈完呢，姑娘们已经在厢房等待多时了。黄大娘，你去告诉姑娘们，马上就到啊！看看看看看，你看你急等不及了吧？又想你那个小蝶了。哎呀，你也是啊，李大人，春红都等着你。我说小红啊，这两天想大人吗？想。真的？来喝酒。嗯。大人，您的汤好了。本大人要看看这是什么汤。让春红喂你们。心别急吧，李大人。我说春红啊，害什么羞啊？我说快点啊！李大人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，到别处查看。是。宋军的这批武器杀伤力极强，还好我们发现得早，否则不出三日之期，朔州必定会落入宋军之手。这件事你办得好。在下不敢鞠躬，这些都是将军你有先见之明，在汴京开设醉红楼，方能收集到此等情报。温柔乡，英雄冢，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有了这批图纸，宋军可以做的我们也可以做，而且要做得更加精良。我要让杨业、潘豹以及所有这次攻打朔州的宋军将士全部都死无葬身之地。将军，杨业此次可能未必有份参与战事，潘豹自信此次一定可以攻下朔州，担心杨业上阵会抢他的战功，所以派遣杨业铸造兵器。潘豹大材小用，心胸狭窄，单凭这一点他就死不足惜。杨业不出，杨家军不散，才是我真正的心头大患，也是我大辽逐鹿中原的最大障碍。可是将军，杨业及其几个儿子还有手下的将士绝少来醉红楼，所以很难从他们身上下手啊。你忘了我们在杨七郎身上下的针了？怎么会啊？想不起来，脑子有问题啊。这么快？不可能吧！
那啊，又跟踪我干嘛？喂，你别恶人先告状啊！这次是你跟踪我吧？哼，不要以为不知道，你刚才一直鬼鬼祟祟的跟在我后面的，我看到了。好啦，其实我上次跟踪你，是因为我有一次被人家打昏了，丢在家门口，中间发生什么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可是我看到你，我只记得你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希望从你身上找到一些线索，可惜你却说你没有见过我，所以我在想，大概是我记错了吧。哎，你干嘛跟踪我啊？啊，我，你真的想知道答案吗？废话，当然了。那你请我喝茶，我就告诉你。哎呀，喝茶没问题，请。走啊。走啊。走就走。去。啊，茶水都喝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其实那天我是骗你的。啊。你的确去过醉红楼。当日你是跟踪潘豹进的醉红楼。后来潘豹知道了，就让花大娘找人缠住你，把你灌醉，后来把你丢到大门口以示惩戒，这些都是潘豹指示的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。不过为什么中间的过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不可能的，我很聪明的。潘豹身为大将军还去妓院喝花酒，他怕你会告诉皇上，于是就在你的酒里下了药啊。真的假的？太过分了，我就找他算账。哎，你千万不能去，你去找潘豹我就死定了。啊，醉红楼也会受到牵连的。潘豹威胁你们不能说啊。他在京城位高权重，我们得罪不起他。我当你是朋友才告诉你的，你可不能害我。哦，不会了。哎，我们聊那么久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啊，你可以叫我小林。小林，谢谢。哦，这件事你可不能跟任何人说啊。当然啦，我不会说的，放心吧。包括你的家人在内。我不会出卖我的朋友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当我是你朋友啊？当然，不然我们是什么？你真的当我是你朋友？嗯。谢谢你，七郎。我敬你一杯。为什么？天下人人皆知，杨家个个是英雄啊。能跟你做朋友是我的福气。跟我做朋友就那么开心吗？当然了。我看你有点问题哦，小林。什么问题啊？有点呆啦。我请你喝茶，我们不是朋友是什么？笨。所谓相识就是一种缘分，来，干了它。这是什么？哇，真好吃啊！喂，干嘛？这是我们辽人所用的手腕绣剑。送给你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把它带上。你，不好意思，本姑娘我不感兴趣。让你带你就带。你，把它带上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会有用的。我哪也不去。你，让你去，你就去。你啊，放开你，放手啊，放开我。你干什么？你赶快带我回去，我不要在这个地方。我只负责带你过来，回去靠你自己。你说什么？害怕了？你明明知道我怕冷，所以故意带我来这个地方。是的，你腕上的袖剑就是你的防身武器，自己学着用吧。哎，叶律师，你不能走，我学不会，我不会学。学不学随你，我先回去了，再见。哎，能否保命下山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
信，你要是再敢欺负我，我就杀了你！你现在连杀狼都敢，以后应该不会再怕狼了吧？我岂止不怕狼，我连你都不怕了，混蛋！怎么，睡不着？你已经不怕狼了，应该睡得很香才对啊。我想的不是狼，想的是你。啊？我实在想不通，你赖在我的铺子不走，说你是好人吧，你不是；说你是坏人吧，你又在帮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知道答案吗？当然，要不问你干嘛？想知道答案就得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等你知道答案你就明白了。你每次说话都是这样，我快受不了你了，你知道吗？问你话你就快点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你有什么目的啊？这么说你是准备好付出代价了？大不了一死，你尽管说吧。我想让自己试着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想让自己试着喜欢你。不会的。会。而且万一我要是喜欢上了你，你也得喜欢我，你必须喜欢我，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。